周末的活动有计划了吗？南加州知名的林伦剧坊将演出年度大戏《授予天齐》，轻松的剧情陪你舒缓工作生活上的紧张压力。门票热卖中，一起来看看。具有30多年历史的林伦剧坊将于1月14日以及15日这周末两天，在南加州包德温公园表演艺术中心举办《授予天齐》公演。这出讲述盛唐时期的故事，充满了欢乐、爱情、宫廷内斗等等。为了带来完美的演出，团员们特地购置崭新的服装，再加上精湛的演技，势必精彩可期。他们特别在记者会上抢先的演出片段，邀请大家来欣赏。我想呢，就是因为戏剧带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层面。平常呢，我相信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可以穿上这个美美的古装的衣服，还要踩着绣花鞋，然后做一些古人的动作，亲身的尝试一下当古代人的滋味。所以呢，在戏剧里面呢，你就可以经历各种不同的角色跟人生，这样子呢就可以丰富你的人生经历。所以虽然是排戏的时候是蛮辛苦的，所以对我们来讲挑战度呢就是比较大，但是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体验跟尝试。我们演了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剧目，从开始每年一部，现在每2年一部，就是因为非常欠缺剧本。实际上大家都不是专业的演员，偶尔会有一两位专业的演员，但是我本人是学舞台剧出身的，所以我非常用心的教导，不论是新进人员或者是前辈在这边演，我同样一视同仁，我只要他们把这一出舞台剧演好。所以林伦能够维持34年的口碑不是假的。除此之外，雨清艺术工作坊特别获邀参加了《授予天齐》的2支舞蹈，提升了5月的欢乐气氛。1月14日周六晚间7点半，1月15日周日下午3点钟，在包德温公园表演艺术中心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喽！中望电视采访报道。